安装手机 APP， 已经从电脑存到那个记忆卡资料夹 DCIM 平常照相录影，就找到那个 APP 2018-0702 Z-NIM 是台南市长高市博博士那种心灵师建堂演说影片，要透过这个手机 APP 啊，要来连接网络 YouTube 影片，这个才对，也不是这个，要 Z-NIM 哈，看清楚了，按两下，再按两下，正常按一下，也许就可以安装了，没有，奇怪，这一次怎么这样？呼吸错误，手机有时候会出问题。这个 APP 的最新制造的，按两下，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都有时候也会有障碍呀。先进入电脑，手机的荧幕，去找到那个档案管理，不同手机有不同的界面，档案管理进去 SD 卡DCIM 这，这个平常照相录影的 DCI， 下一次怎么变了？跟刚刚看的画面不一样。我这里应该有很多东西耶，那怎么变这样了？有时候不顺利就是这样。做几次都熟练一下，电脑的手机的桌面去找档案管理有个资料夹图案，先去找 SD 卡那个里面照相录影的那个是 DCI， 照道理这里应该有很多东西耶，照相录影的是这个。照相录影要放在这个 DCIM 资料夹。刚刚从电脑操作有把那个档案放在